Hello， 大家好，在国外有非常多的收藏家，有的喜欢收藏邮票，有的喜欢收藏杯子，各种各样的杯子，还有的喜欢收藏瓷器。而今天要说的这个小哥，他的收藏就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了。这个小哥喜欢收藏打火机。打火机有什么好收藏的呢？原来小哥喜欢收藏一些奇形怪状的打火机，看起来也是十分有趣啊。那咱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他都收藏一些什么有趣的打火机吧。首先，小哥拿出来第一个打火机。第一个打火机是一个外观是一块巧克力的打火机，掰动这个巧克力的一角就可以打起火。这个打火机千万小心别让小孩子一口给吃下去。之后，第二个打火机是一个粉色小猪模样的打火机，这个打火机真的可爱，相信喜欢这个打火机的人应该女孩子比较多一点。掰动小猪的额头，鼻孔里就会喷出火焰，看上去非常诙谐。然后是一款巨型火柴头的打火机，在中间有开关，一打开火柴头就会燃烧，也是非常霸气的一款打火机。之后是一款橘红色螃蟹茄子的打火机，掰动螃蟹的钳子，这样两个钳子分开就会从中间冒出火焰。然后是一个灭火器打火机，灭火的和产生火焰的结合在一起也是非常有趣的想法。然后是一个香蕉打火机，造型奇特，还有一个可乐打火机，最后就是一款子弹打火机，这款应该男孩子喜欢的多一些吧。这就是所有有趣的打火机了，那么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次再见吧。